这个是装这个切两端的这个刀片，然后上来，然后先把这个螺丝，这个螺丝给收下来，然后先装一边，然后先装这边。然后这个刀片，然后这个刀片是两片连在一起的。然后先装这个比较长的那一片在前面，然后再装一个稍微短一点的在后面接上。现在两个刀口要对齐，然后两个这个刀口的这个位置要对齐，你要贴住它。对齐之后的话呢，就把它贴住，压紧，把它贴住，把这个螺丝锁紧，再把螺丝锁紧就可以了。我装好之后再用纸棒压一下，然后就可以了，把它锁紧螺丝。里面也一样啊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这么装就可以了。